都是谁啊你？你们到底要什么？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妻子在管理层的时候突然失踪了。放弃规则后是否还值得放弃？救赎后世界是灰色。放弃承诺后又如何抉择？回忆在交叠，忘记了哽咽不起，这初衷怎能去面对？轮回中何人会自卑？不敢有一种冷漠是防备，我在做最好的磊落。 15 days 就现在跑到一个陌生人，非说自己才是他的妻子，他在撒谎。我听到破案的不认识吗？时间之落分得出错对，曾以撕心烈火顶飞的苦泪，镜面倒映出的你我悄声破碎。期待永恒的回馈，也许一座像明媚。放弃规则后是否还值得放弃？就是后世界是灰色。放弃承诺后又如何抉择？回忆在交叠，忘记人哽咽不起，这初衷怎能去面对？轮回中何时自卑？有一种冷漠是否在请求不再错？合适的他。喂，现在吗？